大饭店磨刀霍霍，像是天成饭店集团就推出拿三倍券消费餐饮满3000元就送你免费入住，像这样子的精致客房。如果其实带亲朋好友来的话，就可以吃到3000块，我可以吃到饭店的好吃的料理，然后也可以住到很精致、平常不会住的住房服务。六福万怡酒店则是推出民众持3倍券，不限面额，消费满3000就送3000元餐饮抵用券。你花1000块钱就可以使用到6000块钱的额度的感觉，所以我觉得很棒。不能出国嘛，带小朋友来玩。推出到现在，其实蛮多客人就近现在询问订房的状况。其实振兴券入住的比例占整个住房的大概有将近70%。饭店加码下杀，加上安心旅游补助，暑假国旅商机大。金华酒店推出持3倍券。加国旅补助，两人就能免费入住全包式住房。云朗集团是持3倍券入住送2000元住房券，台北亚都丽致饭店则是3倍券1000元当2000元用。小资族想吃铜板美食，夜市也能用3倍券。宁夏夜市推出3倍券，消费3000元可享3500元价值餐饮。士林和蒙甲夜市则是消费享9折优惠。公馆夜市不但消费满100折5元，满500元再送一次抽奖。各大业者加码推促销，要抢食3倍券，千亿商机。记者陈子芬、林恩如台北报道。